哎呦喂，你是谁来着？哦，不认识的路人吧？你不需要记住我。弟兄弟俩的仇，今天就在这里报回来。哦，利修利亚呀，那件事我印象太深刻了，直到最后一刻那些家伙们还在到处逃窜。要慢慢接触沉睡在体内的力量了吗？那么真是有趣。启动完毕，黑暗灾被了，遮蔽未来，极致黑暗，黑暗特例。